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Gigi，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间小店哦，叫 Macy。那 Macy 其实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，会有这间店呢，是最早是因为我跟另外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叫 Vincent， 然后我们就聊，就觉得哎，服装这件事就真的很有趣，然后我们也很有理想，想要完成一个我们的这个梦想。于是后来我们就又找了另外两个好朋友，也就是陆佳怡还有 Charco， 然后呢就有这间店的雏形。那也很开心找到一个很适合我们理想中风格小店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现在所在地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进到这家店，你也可以看到找到属于我们四个人各自不同的风格。那像是有我们有西班牙，然后呢有法国，有英国，有意大利，就是各式各样各个国家，丹麦、香港、韩国，就是都是一些很新，然后目前很受到注目的设计师的作品，然后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风格。好的，那现在就要由我呢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Macy 2014春夏一些新款喽。